各部门准备 ，X 三首次飞行实验现在开始。可以进行航舰检查。X 三检查完毕。上高压电。飞控自检已完成。FCU 完成。无异常。DCU 已收到，无异常。进入姿态模式，可以准备起飞。三、二、一，起飞。保持悬停，悬停时间30秒，执行前飞动作，飞行稳定，姿态正常，执行悬停回转动作，当前飞行高度10米，可以返回起降点，准备着陆，10米，5米，3、2、1，已着陆。X3 首飞。